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微信的人脉学等于什么。其实哦，微信的人脉学啊，它不外就是新人管理跟旧人管理。那新人的部分呢，重点就是怎么样去增加新的好友，怎么样透过一个睡醒时间去增加新的好友，怎么透过一种位置资讯去交新的朋友。所以哦，微信行销基本上来讲哦，就等同于什么，等同于当创意可以在隔壁啊，就这附近卖啊，这等于微信行销。第二个部分，当创意啊可以在手机卖啊，这个等于微信行销。那再来，因为微信行销的这过程，微信你可以透过人与人的交往，因为人脉的关系，尤其是因为新人脉的关系，让你的生活出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可能性。那我们光是从这样的观念，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哦。我们就一些以过去的想法来说哦，像举个例子，像当软体可以在世界卖，那各位知道，其次就是 APP 程式。早期 APP 程式的时候，你要写一支程式很难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卖更难。可是自从有的这种手机的话可以贩卖 APP 程式的时候，你只要下一支程式放在上头，然后全世界人都可以买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就是积少成多，也就是说每个不要卖多，那你钱就可以很多进来。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啊，这是我个人讲的了哈。当乱画哈，就是随便画一画，随便涂一涂，那当然我们基本上来讲，我们是强调是说，其实在 LINE， 因为我们今天在手机上的图形啊，怎么说都没有一般的插画精致嘛。如果说我们今天同样一幅画要登在杂志跟登在报纸，各位觉得哪个品质高？当然是登在杂志那种铜版纸印刷的话，品质要高很多啊。那在手机上显示，那只是小小的一个画啊。所以各位看到，其实 LINE 的贴图，很多贴图的都是有点无厘头，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趣味。那所以说，当乱画可以在世界卖，就等于 LINE 的贴图。所以微信这个东西啊，是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它让你的创意跟创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得到实现。重点是怎样，它不仅可以手机卖，它还可以在附近卖。那附近卖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位置资讯，那我们讲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摇一摇的功能，甚至我们讲的就是说你怎么去认识附近的陌生人啊。那如果在手机卖的话，除了可以卖以外，还可以在手机上收钱啊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单纯来讲啊，微信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讲了，其实微信行销是从人脉学衍生出来的地缘跟手机特性啊，就是说在手机上卖，在地缘卖，而且最主要它是以人脉为基础，重点是它怎样，它这个建立的微网站还是可以在手机上直接做搜寻跟观赏的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我是张明义，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，谢谢。